那安全带要是不用的话，就卸了给我当裤腰带吧。啊，我以后我都是有证的人了，不要那么紧张了。哎，你一般开自动挡的时候，左手都放哪儿啊？啊？放哪儿？啊？我都伸外边去绊倒其他车。玩的是正经的，不是说自动挡不需要左腿吗？不需要你就卸了放后备箱呗。那后备箱是干啥用的呀？不就是专门用来放你的假肢的吗？我提醒你，前方有一智障，请你注意避让。啥呀？那人阳了二症的，走道指定是喝了，你没看着啊？像你似的，那咋的？你要替人家还房贷去啊？你要给他买车呀？要给他养老送终去啊？前方车辆价格昂贵，请保持5米以上距离。驾驶模式请执行，飞行模式请随意。我强烈建议你录个高德。能有人下载我不？能有人骂你？正等一分钟，不抢30秒，那黄灯都321了，你还当起跑线似的往前冲呢？哎，你是新手，你不是杀手。你多少斤啊？我97斤。那你太瘦了，你平时都不吃饭啊？我吃饭呢，因为我做直播，我卖衣服嘛，所以说我平时比较控制体重。这么说吧，基本一碗大米饭能续航3天。你这不行啊，太瘦了不好生养。啊？不会呀、啊，那明星那有的都80-90斤，人该生养也生养了。人家年轻啊，你都啥岁数了？我啥岁数啊？你都30了。我的妈！不是你都长得老么趴着眼的，都要长10斑的犬种了吧？你敢嫌我粗大？你看，那脾气还大了。我就是给你建议，那女人还是以家庭为主啊，传宗接代才是你们的任务。咦？穿什么？穿你的草包肚子吗？借什么贷？车贷、房贷、小额贷吗？你这脾气怪不得找不到对象了。哎呦我的妈，你找着了，你找着你咋还坐着跟我俩相呢？你跟我们男人怎么比啊？我们男人是以事业为主啊。这样你跟我在一起啊，我工资都给你。哦，都给我。冒昧的问一句，你一个月挣多少钱？3500，我留2000，给你1500，别干了啊，在家相夫教子得了。你没事吧？1500啊，那时薪都没有那移动电源充电宝的租金贵。你不是一碗大米饭能够吃3天吗？一个1500还不够啊！而且啊，你们做主播还抛头露脸的，多累啊！一天到晚还在嬉皮笑脸的对着别人。大哥，真的，你就好比是一个穷书生，在这把攒钱要给花魁赎身啊！你觉得是救赎，其实是纯纯给人添堵。我感谢你的1500啊！你还是个儿留着吧，咱俩属实不咋合适啊！祝你生活愉快，再见。你要中500万，你怎么花？怎么花？我不够花。啊？为啥呀？贷款呢？我还贷款呢。那剩下的呢？剩下的慢慢还呗。哎，如果你中500万啊，你得交20%个人所得税呢。那到手就400万了呗。然后你是不是得买房买车呀？那必须的。对呀、啊。你喜欢多大房呢？怎么也得31厅吧。车呢？那至少得5系啊。那不就完了吗？你不离开杭州了吧？嗯。啊，那你就算杭州31厅的房子，你就按120平算，均价40000块1平的话，600多。啊，5系差不多配置的落地得50多个了吧？嗯。这就650万了，你只有400万，那你不得上银行去贷款贷250？不是，我还倒欠银行250万啊。对呀、啊。然后，以至你一个月多少工资？3500。那你就得和他们还60年。啊，还那还不算利息呢，你上银行贷款250万呢，利息又得250，这俩250加起就是又一个500万，所以我就给你出一个招，你不妨啥呢？你先活个100年，你再向天再借500年，求求了。那我中1000万不就得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没事吧？我对钱特别的尊重，没偷没抢，没有。哎，给你500万，让你跟猪亲嘴，你亲不亲呢？哥，你亲亲。嗯，能把我脸挡上吗？哥呀，咋的？怕磕碜呢？我怕别人问我借钱。你没事吧？但凡我犹豫，那都是对500万的不尊重。那猪不怀孕，这钱我拿都不踏实。臭不要脸！我最近醒悟了一件事儿，那人在这个世上读10几年书，上几十年的班，就是为了还30年的房贷啊。
那如果把结婚生子买房等任务都放下，会觉得生活特别安逸简单还舒适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要想躺平吧你就直说，你在这写作文干啥呀，还醒悟了，你那是没睡醒。你可以不结婚啊，那个不买房不生子，那万一有病呢，那咋不治啊，等死啊。哎不是，我跟你买房子无所谓，那存款必须得有啊，那都没房子了是不得住养老院呢，那都颗粒无收了是不得找个护工啊，那死了咋得有个地方啊，撒向大海。哎呀妈，撒向大海，无儿无女的谁给你撒向大海呀，你不得雇人啊。再一个那骨灰盒都买不起了，使啥使酸的钢装啊，玩的呀。我不跟你抬杠了啊，你就是杠精。你们这两天建筑研发了要比这抬的好。冷静，你不上班上我来干啥的？我通知你我在下个月办事来啊。咋的你又来事儿了，又啥事儿啊？什么话啊，我在天津家口了啊。你爸要给你娶个后妈呗？咦，我媳妇儿。你媳妇又怀孕了？我媳妇的狗下窝了。你没事吧？你说好事都赶一起了，真的是。我们家10月1也办事儿，完了之后咱俩就都别随了，咱俩比一下得了。你啥事儿啊？我家电饭锅满月。你可能开玩笑。谁跟你开玩笑了，真的是了，一年搁你身上随礼随他妈2-3万，真的是，这换你衣服的钱都快给你随你了，要不得不顶那衣服又潮流又便宜的话，我换你衣服都快买不起了，伤风感冒了都。那你穿的不是也挺好的吗？我这是赶集换季活动的时候买的，那我差价税的版型，你下边配个牛仔裤啥的也能配，咱还减龄。嗯，那还是买得起的啊。哎，你这鞋也挺酷的，也是新买的吧？对呀、啊，而且我现在联合那个德国为粉丝申请新人的那个专属补贴活动嘛，为1100单只要20块钱。好多品牌之外这么一个账呢，完了我这鞋底还带点那增高，像我这显腿长，脚感也好，1100单的话到时候只要39，还带你同款的呢。还是你会过啊？你要是喜欢的话，你就点我评论区打开德国，还能抽1000块钱的门槛优惠券呢。不是，我都上厕所了，你还跟着我呀？哎呦妈，还搁这等我呢？那你就来呗。不是，那咋的？我给你打工了，我这一年呢，你说你家的事儿多多，哎。你爸娶媳妇儿，你老弟出生，哎，你家孩子满月，你办求签，你老丈母娘有病，你老丈人下证下来办生日宴，你家好事都让你家赶上了，你家是月月有惊喜，年年有活动，你比那主播办庆典都办的都勤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看你说的，那我不就是看到发小了，好久没聚了吗？上回你就没去，那这回一定得去啊。去不了一点儿啊。不打车呀？上哪儿啊？我上长白。哎妈，这点不好打车，正好我拼车，20一位，差你一个了，走吧。那走吧，走吧，那走吧。这点不好打车，他们几个上厕所去了，我去叫他们一下啊。Later， 美女，这样吧，你给我50，我这一趟专程送你，行不？这么半天，我请你去给他们几个开腚去了呢，掉厕所里头了。哎呀，不是，你就发现你们这真诚点不行吗？你们拼车的永远都是差最后一个，你把钱退给我吧，我坐公交了。这样40，我给你开空调，行不？妈，这话让你说的，那咋的？我不在车顶上，你不开空调了？这大伏天的大热天，你要给你自己练了啊？你上班把钱退给我吧，这是别人，这是我没事儿，这换别人有事儿，你多耽误事儿啊！把钱退我吧。哎呀，行了，我这点交班了，我20送你得了啊。喂，你到了。我这哪儿啊？这是长白啊。哎呀妈呀，你咋不直接给我扔环城高速上呢？你都给我送到地方啊？不，你坐公交车不就到这儿吗？合着我不给你加钱，你就给我扔半道上呗？你可真是厕所里头撑杆跳啊！啊，过分！过不过分的，我就给你送到这儿了啊！前面单行线，我车进不去，还得绕，我还着急交班呢，时间不多了啊！啊，你时间不多了，那行，我路还长着呢。哎呦，你就这么继续开车啊？你就继续这么糊弄人啊？祝你早日躺进依维柯大金杯。买房的那些套路话。啥房子贵啊？套真品呢？人家说了，这叫生态奢华。哎呦，生态奢华，就是边旮旯地方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。说白啥呢？就是背靠苞米地，面向安全园啊。安全园是啥？你让他自个儿查查吧。嗯，就开发商的一问话术，这就是。哎，老城区就叫传承千万人脉了。哎，远离市区就叫生态奢华了。哎，起个洋名就叫欧式，起个中文名就叫古典。哎，又大又贵的就告诉你是府邸，又小又贵的就告诉你是豪宅，然后精装修就要给你个5星级的家，毛坯就叫创意空间。太有才了！你可瞧不起我了啊！我按揭还不行吗？现在不是按揭，听说能贷50年了。哎，
你能活50年吗？啥叫按揭呀？按揭就是把你按在地上一层一层的揭。有道理。你能不能别总过分解读啊？你不是你说的吗？万家灯火总会有一盏吗？嗯，总有一盏被你点亮。那租房那不也挺亮的吗？完了，支付价都得买免打孔的啥的。哎呀，真闹腾！你看他怎么这样？你吧，就是太矮了点。嗯，我1.68米还矮呀。我想找个1.7米以上的。你没事吧？不是，你也不高啊。就是因为我不高，所以我想找个高一点的呗，给我改良一下基因呗。我的妈呀，改良基因？就咱这糟粕的基因还有改良的必要吗？种子不行，赖土地了。那我想找个高的另一半，搀扶我到老，没毛病吧？没毛病，那真搀扶到老，就真的就你这身高跟我在一起，不知道的寻思我拄了个拐棍呢。下一个吧，你就是发际线有点秃、哦啊、你毛多啊，猴见了你都得叫大哥，一身护心毛，那蚊子要想叮你的话都属于高空作业了。我说你到底是来相亲了还是来找茬来了？哎，你看你项链戴的都是钻石的，听说年薪10几万呢。澄清一下，这不是钻石，这是刚从德物上买的四叶草的项链啊，然后看着四叶草闪闪的特别好看，而且这个吊坠还是能打开的，合上之后呢就是四叶草，代表着幸福顺水，打开呢就是四颗爱心锁五链了，一款两种戴法，而且就是到手才100多块钱。那才100多块钱，我才不信呢。你得接受新鲜事物，我这项链在德物顶上品牌直发证明有保障，而且现在还包邮呢，送人自助啥多合适。那怎么买呀、啊、这些店我评论区还能抽1000块钱无门槛优惠券呢。会赚钱还不乱花，不错啊，弥补了你身高不足的缺陷。那你用什么弥补你那213脑瓜的缺陷呢？我们还是不太合适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都这个年纪了还这么挑、啊、嘿妈呀，你都这个年纪了你还没挑着呢？哎呦我的妈，条件那么差，完了要求还那么高，嫁到你们家跟被拐卖了有什么区别呀？祝你生活愉快，再见。臭不要脸。每逢佳节倍思亲呢。嗯，啥节呀？情人节。你那是贝斯亲吗？你那是文怀遗香了。那打扮打扮呢？你瞅你照的，那谁能相中你呢？一天穿的跟我老似的。电视剧《狂飙》看没看？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？啊，有气质、有内涵的才能做大嫂，袒胸露乳露背的那种只适合上白金汉上班去，明白不 ？OK 不 OK？ 还是下不还是？我决定了。我租个档口卖鱼。发现你怎么后反劲儿呢？哎，看那世界杯7天吧，要上那卡塔尔去的打工去。哎，我还看看电视剧，要上档口去卖鱼去了。哎，间歇性的踌躇满志，持续性的混吃等死，是吧？我悟了。你又悟了？你又悟啥了？没有物质的爱情是盘沙，那不用风吹，走两步散了。妈，那是你悟的吗？还沙呢？你那都是沙漏，老弟。那存款300块钱，交医保都差50。哎呦我的妈！还想着精神层面的生活呢，有毛病的都。啊、过年胖了？没有，那不穿棉裤了吗？显得胖。连夜穿棉裤了？啊！你给我旁边晃悠，挺大体格都挡信号。哎，你不挡信号，脸大就算了，头发还有味儿。比你强啊，比你那个中间旱冰长的四圈铁丝网的发型强，起码有头发。你快点吧，去取洗洗啊，我们一会儿带你去吃饭。妈，我差你那一顿饭了，我去。哎呀，我还寻思着我一个大学同学校草给你介绍认识认识呢啊。头发有点刺挠，洗洗也行好像。你这啥洗发水啊，能把你洗成校花呀？洗发水啊，这可是我油扁塌的本命，透明水泥的质地，轻轻一搓，这绵密的泡沫堪比理发店了。而且里面含有 OCT 头皮清洁因子和果酸，深层清洁头皮的同时，还可以持久控油。最后还添加了高纯度的玻尿酸，发根儿吨吨吨吸满水分，蓬松高颅顶，信手拈来。拿捏了，增高3厘米，还自带蓝凤铃香呢。走啊！炸！说话呀！我是你粉丝，我可喜欢你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我去趟卫生间。你干啥？你咋不跟他说话呢？这是校草啊，这不校草 plus 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不管啊，我一会儿接个闹钟我就走了。不是，我刚喝酒了，那我咋回去？谁让你喝那一口的呀？你咋回去？我管你咋回去呢？你就这样开回去吧，
我练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，像给车截屏似的。你对另一半的要求大概是什么？那起码得长得漂亮啊。我吧是个颜控，但如果像你这种一般的啊，要是能够温柔体贴，婚后还能辞职在家当全职太太的，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可以的。你出生的时候没做大排畸吧？那要不怎么满嘴是牙，净唠些屁眼的嗑呢？你看你这脾气，你还生气了？我这要求高啊？不高，你的要求比你个儿都高啊。那咋跟你在一起过日子？啊，班也不能上。哎，不让你上班不是好事儿吗？这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事儿啊！在家管管家庭，还掌握经济大权的，不好啊！一个月啊，那个五险一金税后6500，那叫掌握经济大权呢、啊？那不免费的账房掀着吗？有道理。你看你攻击性有点大了吧？我这人没素质。啊，就因为我刚刚说你不漂亮是吧？那我收回那句话。但其实吧，你也不是不漂亮啊，你就是有点胖，脸胖。我97斤，我还胖啊？多少斤没关系啊，那有的97斤还低罩杯呢，那前凸后翘的。像你吧，97斤都长脸上有啥用啊？97斤低罩杯，那是长俩脂肪瘤吧？你说你个儿都长得像盘淋巴肉似的，你咋好意思在这嘎挑肥拣瘦的呢？哎，刚才一进屋还说的、哎、啊，你1.68米看着不像啊，是不谎报了？我想说了，狗眼看贼不低呀、啊，你自个儿都1.88米的事儿，你怎么好意思在这挑肥拣瘦的呢？啊、哎，不是，我收回刚才那话啊，你不是出生那时候没做大排畸，你是属于是情商当脐带给掐了啊！啊！天哪，帮你保家先上香，就你这么个孽。你这又逢下又打坐的，你咋的了？遇到啥事儿了？哎，我想买个二手车，你不是认识那个卖二手车的吗？你给我找找人，看能不能便宜点。干二手车，老弟，有时候吧，有些事儿不要找熟人，找熟人反倒麻烦。为啥呀？你就像我去年搬家，我去年搬家的时候本来不寻思找搬家公司嘛，完我身边朋友都说的都有车，你找啥搬家公司？我一寻搬家公司得500来块钱呢，拉倒吧，正好省了。但他们搬家也不专业，完把我那沙发给刮了，那这倒无所谓的。然后完事之后，我寻思请大家吃个饭吧，8人花了1200被切3。之后我就越洗越不对劲儿。你说本来500块钱就能搞定的事儿，请吃饭又修沙发，完多花1000多呀？你说这还倒搭了？那可不呗。完了，过不长时间呢，其中就有俩朋友问我借钱，一个说要结婚，一个说的那个父母住院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还不清那人情债，你就品去吧，真的。那是啊，这还没法说。那呗，我跟你说，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尽量就别搭人情，真的，免费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免费的，老弟，免费东西它最贵。有道理。那可不咋的，要不我再看看吧。哎，不行我买个摩托车吧。哎，我还行，那买摩托车好，还能兼职当骑手啥的。那你送我个头盔呗。我送你个头盔多少钱呢？4200。4200？你的脑瓜都不值一个头盔钱。我给你随个帽子了。哎，这帽子挺好看的。这马上到夏天了嘛，我刚从德国上买的那个 Free Rabbit 的棒球帽，还有我这个同款的梅花流苏的这个发簪，都可精致了。现在趁着520有活动，你买一个搭配小裙子啥的，平时不挺好的吗？哎，真不错。咋买的？上德国正好现在点我评论区还能抽那签约门槛优惠券呢。那这帽子我可收着了啊。嗯，但是还得买个头盔，未来啊，不都说骑自行车都要戴安全头盔了吗？安全性啊，是得戴。那这么大岁数了，还骑自行车，还骑电动车呢，戴着点头盔，别让别人认出来。你这又逢枪又打坐的，你咋的了？遇到啥事儿了？遇到啥事儿啊？我这叫静心。哎呦，你可别走火入魔喽！你别在我旁边逼逼，我就不能走火入魔。哎，何姐。你也来洗澡啊？我都找你好几天了，你咋不接电话呢？老躲着我干啥呀？干啥？我怕你。怕我干啥呀？你说干啥？一给我打电话就让我随礼，那手都快伸我兜里去了，找不着我恨不得寻人启事。你给我发传票吗？不，你看你说的，那不家里这边有事儿吗？家里咋老有事儿呢？哎，前年
买了一个那个门市房，办个乔迁。完，去年的门市房开了个饭店，又办开业。你要再办两回事的话，你的房贷是不是都花完了？不，你看你那话说的，哎，你说你这回又找我啥事儿？你说来，我听听。这回吧，那是我爸病了。嗯。我的妈呀，你可真孝敬啊！那咋的？你爸病了，你要办的呀？我是你家合作医疗啊。不，那不是你大舅吗？你咋这么说话呢呀？哪个医院呢？你告诉我啥毛病，我晚上去看看他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啊，那个你看你也挺忙的，你就随个千八百块钱的就行。千八百块钱，我吃肘子不香吗？我上你那嘎吃折螺去了。再说了，那钱能不能到我大舅手里都两说。不是，那肯定能到啊！你这、你可快歇着吧啊！我前天我还搁那广场顶看着他和那个老太太跳广场舞呢，那腿脚可利索了。他在这嘎让你诅咒上了呢，让你爸知道你这瞎，揍死你！那不是。